用 thumb drive 就好了啦。这个我的要抄给你的吗？来 thumb drive 在那边，桌子上，后面你的 laptop 后面。你抄进去了，全部选了的。没有了。只是抄从我 laptop 抄过去。